tracing back. Went through all the sweetness and sorrow, chasing a dream till it starts. All the subtle things you can't erase, memories they lead my life going on. You make my heart beat, it travels from silent darkness to starry nights. We hold our hands back to the home bay. I feel love, I just wanna keep a promise. I feel us, we slowly fall into my arms. You're the one in my life. Baby, you make my world so perfect. Stars miles away, shining in the sky. We can find true love.医生还在检查，但人已经醒了。董事长，你放心，有什么情况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怎么样？进去看看他吧。你稍等我一下。说不定我今天心情好，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多给我一天。很严重吗？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了，不可能连这个都看不出来。最近可能是因为太操劳了，出现了并发症。之前检查的时候呢，姚主任提醒过他，但当时没这么严重。那现在有多严重呢？需要尽快手术，否则
很可能随时出现今天这种情况，甚至生命危险，对吗？如果在国内手术的话，我们需要时间去研究他的病历，包括制定手术方案，所以推荐呢是尽快出国，找到他之前的主刀医生来给他做手术，这是最优的方案。那手术成功率有多少？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更何况是心脏手术。醒了，你这是？我没事了，姚主任说我可以出院了。不相信你可以问周如记啊。我相信。那咱们回家吧。但是刚才哈迪打电话说，公司出了点事，需要我明天回一趟国外总部。嗯，没事，你忙你的，我跟娟娟在这儿陪着你。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啊，就想着等我以后长大了，交了男朋友之后呢，一定要跟他一起看一次日出，再看一次日落。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今天看不到也没有关系的，我们还有以后呢。敏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回来，陪你看每一个日出和日落。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你陪我吧。什么事？不告诉你。好。来，小心，小心。不是，你说两个人的游戏这么复杂？你别急啊，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小心啊，小心！站好，站好，站好！你站在这儿，等一下啊，你默数五个数，就可以把眼睛睁开了，知道吗？好，记住了啊，五个数啊。好，五、四、三、二、一。我摘喽。心琪，我知道你的身体其实出了一点小问题，你要去国外也不是因为工作的事情，而是你要去做手术，对吧？你不肯告诉我是因为你怕我担心。
但是你傻不傻呀？我肯定会担心呀。不过呢，我是相信你的，你答应过我跟全全会一直陪着我们，你一直都是说到做到的，对不对？你跟我说你觉得有些事情 timing 不太对，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我现在觉得管他什么 timing 不 timing 根本就不重要，因为无论是五年前还是现在，我想嫁的人都只有你一个。心情，如果说你的想法跟我一样的话，那么请你向后转吧。是否就能够重拾以后 Cause I always love you这个问题，你不肯问出口的话，那就由我来。敏慧，我明白。你怕你这一次去国外做手术你回不来，你不愿意耽误我。但是心琪，我的人生不是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吗？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现在。这一刻，我想要共度余生的人是你。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现在的我呢，只想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每一秒钟。心情，你愿意娶我吗？我愿意。我一定健健康康的替你戴上这枚戒指。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誓言，我等你。肯定比我还帅，到时候不知道迷倒多少小姑娘。还是因为我的基因遗传的好，那也有我的功劳，好不好？你看这鼻子，看我，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他眼睛像我，眼睛心灵的窗户，懂吧？那脑袋像我，
继承了我的聪明才智。你那哪算聪明才智，你顶多算狡猾，我这才是高智商，研发人员懂吗？好了好了，我是因为所有手机音的组合醒了吧，我大人了还真真说什么呢。不过我现在真的后悔了，我应该在你回来的时候就牢牢地把你抓住。现在也不晚，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会健健康康地回来。我要亲手帮你戴上婚戒，和你一起陪着他长大，一起慢慢变老。我等你，别让我等太久。不会了，我也舍不得。心情，心情，醒了。心情，你去哪儿了？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为什么呀？不是说好了我跟全全送你吗？我怕你们来送我，我就不舍得走了。太遥远了，却记得你呀。你要是舍不得的话，你早点回来就行了呀。知道了，我说的话什么时候不算话？心情，我很爱你。我也爱你，和全全好好的等我回来好吗？放心吧，我们会等你的，一路平安。竟然没发现过，慢慢察觉心打开了，清醒我深埋的痛慢慢被愈合。大家听好了，距离我们心脏 AI 建模软件最后一轮测试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大家打起精神，加油努力，我们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加油。由百安科技研发的人工智能心脏建模技术自投入使用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人工智能预测并分析治疗心脏疾病，
为临床治疗带来高效且精准的数据，相信未来的百安必将会带来医疗领域的变革。这都几点了？曹木，哎呀，大小姐，你怎么才来啊？什么叫才来？我没迟到吧？我看看，我们曹总可是千叮咛万嘱咐了，让我好好打扮，说这个客户对百安特别重要。怎么样？还行？还行，就是有点素。这还素？从星期走之后，我连裙子都没穿过。行。哎，说起新奇，他最近怎么样？半个月前，哈迪说，他病情有一点反复，需要静养。一开始呢，我每天还能跟他打一个电话，但反正有一星期没有联系上他。那他不会？不会。他答应了我跟全全，他就一定会回来。嗯，他一定会回来的。好了好了，先上去了啊。那你以后不许瞎说了啊！我知道了，走走走。哎，等会儿，怎么了？我肚子疼，肚子疼。哎，你先上去吧，我陪你去吧。不用了，我没见过那个客户啊，二十楼。是吧？敏慧，执行执行。知道了。敏慧，快点快点。知道了知道了，上来了。这是哪儿啊？乔木，全全，敏慧，只要两颗心不曾离开，总有一天会相遇。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只知道现在这一刻，我想要共度余生的人是你。相信我，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回来。我要亲手帮你戴上婚戒，和你一起陪着他长大，一起慢慢变老。Always for me.
我喜欢你，从现在到未来，我会一直站岗，一直护航，一直陪着你。以后我和全全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现在的我，有了更重要的牵挂。心情，我很爱你。我也爱你。参加我爸爸和我妈咪的婚礼，虽然辛迪姑姑没办法来，但是辛迪姑姑跟我说了，我是个最幸运的孩子，因为不是所有小朋友都有机会参加自己爸爸和妈咪的婚礼，所以我要祝福我爸爸和妈咪新婚快乐，百年好合，记得早点给我生个漂亮妹妹。哎，这谁告诉他的？你愿意娶敏慧做你的合法妻子吗？无论，好多词儿我不认识。无论，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贫穷还是富有，现在还是未来。我都会保护你，爱护你，直到我生命的尽头。我敏慧愿意嫁给辛奇，无论快乐或者忧愁，健康或者疾病，年轻或者衰老，你将是我这一生不变的爱，唯一的真爱。的敏慧，讨不讨厌啊？这我要抢！哎，岑木，我给你打个赌，如果抢到捧花，你就嫁给我。好。三。二。
一。我听镇上面的人说，每年七月七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自己想要的愿望写下来挂在上面，等到自己喜欢的人来帮他实现。真的假的呀？嗯，你不会也写了吧？我当然得写一个。你看看有没有我的？我找找啊。希望我最爱的人亲我一下。亲，这就抽中了，是你写的？这是你自己抽的？啊，对啊，我真厉害。要不要再抽一张？啊，再抽一张？嗯。希望我最爱的人。哎，这就有点过分了吧？哎，你每个都是，你太过分了。愿望有点多。不亲了，不亲了，你这不是无赖吗？这样，我抽一个可以吧？不许抽这边的。不抽，我看看，我来吧。这随便抽一场吧，闭着眼睛的啊。还是你的？不是，你看，希望我最爱的人亲我一下。这不还是敏？我什么时候写过这个啊？那不快。
无赖。那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亲三下。不是。我想和你一起看遍世上所有的风景。答应你。准确。这就是我和你妈咪认识的地方，漂亮吗？漂亮，可是没有我妹妹漂亮。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给你买最漂亮的裙子，还要给你买好多好多个洋娃娃，我要让你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公主。全全呐，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个是你弟弟，不是你妹妹，你不要搞错了。可我还是想要个妹妹。那没有啊，我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哪里对，你别瞎讲。要不咱们再努力努力呗。哎，你别，不要。不是，你看他多可怜。他可怜，你再说我让你变得很可怜。你妈咪同意了。我什么时候同意？爸爸可怜可怜。欣欣，你别瞎说！你要不要喝药？不能当着孩子面这么说，他要当真的。可怜可怜。哎呀！小的小的小的，都怪你，这种胡说八道。人海里都转了多久，还徘徊在过